在新一期节目中，因为太过火的游戏环节遭到网友大力抨击。该游戏玩法为成员和嘉宾们要在1分钟之内将制作团队所准备的橡皮筋套在头上，套得最多的人才能获胜吃美食。大家为了赢得比赛都十分卖力，画面也显得有些惊恐。只见他们将橡皮筋一圈一圈的往头上套，让脸部都被压得变形。尤其是世灿、智孝和昭明，橡皮筋直接压着脸部与唇部，让观众看到这一幕都惊呼太危险了，一点都不好笑，光看截图都觉得不舒服。下集预告中也有光珠用橡皮筋套头的画面，有网友挖出网络实验，西瓜被一大捆橡皮筋绑住后，最后无法承受压力而爆掉，呼吁大家别小看橡皮筋的作用。万一有小朋友看到节目进而模仿，实在是非常危险。游戏意外引发争议，但制作团队至今并未多做回应，只希望不要有人受伤啊。